在我爸的遗物里找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了24年前的研究成果，暗合理论。暗合24年才出现一次，这回我们有地方去了。长白山地区发现未知生物，天池主峰西侧，湖中再次出现，约7米长生物，身体如同巨蟒。按照暗合理论推进。 明天的这个时候，洞口再次出现，这里地处偏僻，四周被青山环绕，什么设备都用不了，这不就进入一个原始社会了吗？从壁画的记录来看，曾经有人生活在这里。 如同是人，但又惧怕这水上怪物，快出来！要一种滋味。